那个南冰箱是熟的，那诚意答应过我，可是这些冰箱们都有西装，我买不起，所以说，然后就知道我爱讲话，我通常讲话都30分钟起跳，所以说呢，用一个最自然的方法让我闭嘴，那这个方法让我闭嘴，然后能够有机会能够替两位新人，吹奏最后一夜。何谓最后一夜呢？就是告别单身的最后一夜。那么今天呢，因为我们诚意很低调啊。那么来这边的都是北区同学跟他一些好的同学，可是启办同学他并没有通知，因此呢，我斗胆，有那么多长官在那边哈，我斗胆的就是代表我们启办啊，向诚意，献上我们最深的祝福。与此同时呢，我们要启办也要向美容说一声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照顾我们诚意在往后的日子里。所以说今天是我们诚意告别单身的最后一天，我将吹奏一首《最后一夜》。嗯，谢谢。来，我们要再热情的掌声有请。上次的我们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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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非